是非正规实习生 Uni。今天的非正规情报站有两大重点，首先是狼人西格玛的部分。昨天维修后，相信大家都已经体验过新系统 Red Boss 了吧？所有的玩家会依据自己提供的伤害贡献度来决定活动奖励。这在系列作洛克人 X1 的最终 Boss 狼人西格玛，在这边分享一个狼人西格玛的小秘密。哦不，他变成被。在这边分享一个狼人西格玛的小秘密，相信许多系列作的粉丝都已经知道了，为什么狼人西格玛只有头、上半身和手呢？虽然这是西格玛为自己所设计的最强战斗形态身体，但因为艾克斯太快攻入到总部内，所以在制造完成之前，西格玛就要对抗艾克斯了。大家还知道有哪些非正规品在未完成就上阵了吗？请留言跟大家分享讨论哦。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雪儿的技能组。有些玩家对雪儿身为人类却有技能组这件事情感到疑惑，这边直接告诉各位玩家，我要罚你们回去重看剧情关卡第一章。Rico 介绍你们都没在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直接按 skip 按掉 ？Rico 会哭哦。在 X-Type 的世界观中，思考型机器人、人类，甚至是非正规品，都有机会以猎人城市的形态重现在 X-Type 的世界中，所以未来不管出现任何角色，他真的都不用太意外，请好好享受它。雪儿的第一个招式就是取自雪儿能和电子妖精沟通的特性，他会召唤出一个能自动锁定敌人射击的电子妖精，在射击六次或是召唤出十秒后自动消失。安装强化要素看护支援后，可在每次发动技能时回复 HP。另外被动技骇客支援的效果就是在命中敌人后造成对方缓速的效果，但电子妖精要能发挥到极致的威力，就要与下一招 System Shield 来搭配。释放技能后，雪儿会展开一个莲花型的立场，然后敌人进入到立场内就会开始缓速，最高和堆叠时程效果让对手慢到怀疑人生。如果搭配被动技能时，只要在莲花立场的范围内释放电子妖精，不仅射击威力会增强，能穿墙攻击，命中后还会造成范围伤害，两个技能加在一起绝对会造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最后要跟各位玩家说一声，雪儿的配音因为疫情影响的关系而在制作上有所延迟，我们会在录音完成后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时装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以上就是本次的非正规情报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礼拜的非正规情报站整集就是一个小彩蛋，不知道各位玩家能不能发现呢？